就唔覺得有乜好吸引啦，可能我年紀大啦。我打佢嘅時候，佢就變色咯。咁你自己覺得係咪即係都好開心？係。政府用了5000万推动艺术维港2024，星期一正式开幕。焦点活动 TeamLab 光年在夜晚6:30正式开放给公众参观，未够钟已经有过百市民等入场。始终政府用了这么多经费来到办这些活动，支持一下啦，同埋快人一步先到为快嘛。系啊，同埋 TeamLab 是一个都几大的品牌，我谂都是值得来参观的。好快，現場就有過百人欣賞呢啲藝術裝置，局長都有到場睇，睇到即係嗰個藝術嗰個轉，即係喺呢度嗰個藝術品，你見到佢啲燈光啊，各樣嘢嘅轉變咧，咁都係好好嘅。咁亦都見到啲人入嚟玩咧，都係參與啊、影相啊、或者係感受一下個氣氛啊，其實都好開心。